七月二四，主耶稣的基督第四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九节到四十六节，耶稣出来，照常往加拿山去，门徒也跟随伊。到了迄个所在，就对因讲：“你欲祈祷，免得入了迷惑。”安尼离开因，大约有一粒细石头的远，跪落来祈祷，讲：“爸啊，你若愿意，就将这个杯拿去。但是不是成就我的意思，只欲成就你的意思。”有一位天使按天顶显现，加天伊力量。耶稣极大伤痛，祈祷搁较恳切，肝亲像沸点，滴伫地上。祈祷完了，就起来到门徒遐去，看到因忧愁拢困去了，就对因讲：“恁为甚物困去呢？起来祈祷，免得入了迷惑。”耶稣知影家己上十字架的时候近了，伊就提醒门徒应当祈祷，免得入了迷惑。门徒会有甚物迷惑呢？主耶稣知影，因为因着着惊逃走，唔敢任意为主。主也了解因的灰心失望，甚至有家己受骗的感觉。为甚物心中的弥赛亚救主会被钉伫十字架上呢？亲爱的兄弟姊妹，那你是其中一位门徒，你会为安尼会被黑无呢？现在咱来体会当时耶稣的心情。主要面对十字架的苦行，以后的条件流汗亲像血一般会滴落来，甚至求上帝，那是会通请伊将这个苦杯，就是十字架苦行拿去。后来伊祈祷讲：“但唔通照着我的意思，只欲照你的意思。”主的意思是愿意顺服，来成就上帝的旨意。当伊祈祷回来时，门徒因着卡过夜线而困去了。咱要警醒祈祷，甲袂入了迷惑，而受了撒旦的攻击。以前伫一个乡村内边，有一挂真可爱的花斑鹿，村民拢真正爱惜遮的花斑鹿。但是遮的花斑鹿常受到树篮内的豺狼攻击，村民心真正痛，决定来一个灭豺狼的运动。无偌久以后，这个豺狼拢被消灭了，花斑鹿从此以后过着安居的生活，按几十只增加到几千只，因人吃尽了村民的种作，啊，因就无有豺狼，少了喷灶的活动，一只一只拢化病死了。咱是毋是也活伫咧以为无撒旦的攻击的情况内边，而失去了警醒基督的生活呢？这时，咱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开声提名为阿弥信主的亲友来祈祷，免得因入了撒旦的迷惑。咱三个来祈祷，主彼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差遣主耶稣为阮的罪死伫十字架上，予阮因此哩得到了你的救恩。求圣灵帮助阮，不但要坚持祈祷，搁要过得胜的属灵生活，来荣耀你的圣名。伫遮要为遐个阿爸信主的亲友祈祷，求主保守看顾阮的亲友，
愿因早日得胜各种的迷惑，脱离撒旦诡计甲伤害，悔改归上帝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